快点起来，吃早饭啦！哎呀，睡眠重地，禁止吵闹。哎，马上消失。 早餐吃完了，你就回去吧。白天我在这就好了。怎么了？好久没看你这么累了，眼圈都黑了，感觉老了好几岁。早知道昨天晚上我在这就好了。 谢谢，玉敏。是那个，好几天没见你了，我想你了，让我抱一会儿吧，就一会儿好吗？嗯，就当是妹妹抱哥哥。好，小丫头。 不好意思啊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我碰到你怎么办？你不回头就别走。我真对不起啊。哎，这位大叔，人家老人家已经跟您道过歉了，尊重一下人行。你家没老人啊？如果你们家老人在街上也这样被人骂，你心里好受啊？啊，行行行行，等等等等等等。 没事吧？哎，没事儿。谢谢你啊，姑娘。没事儿。哎，不过啊，我要声明一下，我不是老人家，我不老。您不是老人家？当然啦。好。 哎呀！来，吃吧。谢谢。 一定很好吃吧？本来是要送给一个朋友的，看样子他已经吃过了。大爷。嗯。哦，大叔。你可以都吃了。
good, good. Very good. 大叔，你还会说英语呢？哎呀，英语算什么呀？毛毛雨啊。嗯，我还会说日语，こんにちは。嗯，我还会说德语 ，hello。我还会说西班牙语，gola。我还会说那个俄语，black。还会说意大利语 ，ciao。大叔，您这个意大利语说的有一点像说脏话，说来说去，您就只会说你好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吧，像我们这样的老人，不，就是在我们这个年龄段里，我算是博学多才了。你确实有才，你比我都有才，我都不会说。啊？有时间我教教你啊。好，我一定虚心跟您学习。哎，好啊，不过像你这么好学的 beautiful girl， 哎，那已经很少见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光顾跟你聊天了，差点把大事儿给忘了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金灿。我叫刘琳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Thank you， 拜。我得去找我的姑姑去了，拜。哦，问你的姑姑好。哎，好。哎呀，姑姑，姑姑，你的爸爸来看你来了，姑姑。我在这儿等你，祝你成功。你还是祝我死去活来、绝处逢生吧，千万不要出错。哎，我这小心脏扑通扑通扑通的。你怕什么呀？又不是第一次见公婆。可是我是第一次跟我公婆告我老公的状啊，万一他们家是护犊子怎么办？不会的，像这样的大户人家，一般都很心疼儿媳妇的。谢谢你用不要脸到这样程度的一句假话给我状态，反正我是信了。加油！洋洋，你来了。洋洋，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一个人啊？淑峰呢？怎么了？来，出什么事了？洋洋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和淑峰吵架了？我们是吵架了，我都出去住好几天了，他不找我，也不给我打电话。妈，他根本就不在乎我，不关心我。结婚都快一个月了，还吵架？你看看你，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？让外人知道了，丢不丢陈家脸啊？有话好好说嘛。好好说什么？好好说，夫妻之间有冲突、有矛盾是很正常的事情。都说床头吵床尾和，你跑出去干嘛了？你跑哪去了？有问题解决问题。旧时代的那些无知妇女才会搞回娘家那一套。唉，淑峰公司最近很忙，他有多余时间去陪你，去哄你呢，能怪他不接你吗？身为人妻，成年人还耍小孩脾气，离家出走，你呀，还想想看你什么地方错了吧。好了好了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就不要追究了。
洋洋啊，淑峰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啊？其实也不是淑峰的原因啊，是因为表妹，她现在住在我们家里，大家是一家人，真的没关系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她总是找我麻烦。我知道作为嫂子的应该让着她，可是我也不能打不还口骂不还手吧。我知道淑峰她很为难，可作为一家人也得讲道理啊。表妹住在你们家？哪个表妹啊？丁娟啊，二姨家的。丁娟？哪个二姨啊？淑峰的二姨啊。胡言乱语！我的二妹夫啊，他姓赵，他的孩子怎么能叫丁娟呢？不会吧？淑峰说的，丁娟也说是的。你搞错了，我们家有谁没谁啊？我最清楚了，我们家没有姓丁的亲戚。按时吃药，多吃点清凉泻火的蔬菜，不要熬夜，多休息，很快就会恢复的。好，好了，谢谢。还有什么其他需要注意的吗？最主要的，以后尽量少接触电脑，能不玩的尽量别玩。现在得电脑综合病的患者很普遍，像他这样子还算是轻度的。不过以后再不注意的话，那就很难说了。严重的话，发生到肌肉痉挛、脊椎变弯错位。惹上角膜炎，还可能诱发癫痫，那就不好办了。听见了，听见了，这可不是我说的，我说了不听，医生说了也得听吧。以后别老在电脑前玩游戏了。知道了。好了，你们收拾，我去别的病房了。谢谢医生。谢谢医生。好了。舅舅，哎，怎么来了？也不提前打电话。哎呀，诺诺，我想啊，意外的给你们来个惊喜，所以我一下飞机就奔公司去了。哎呀，到了公司我才知道，我的宝贝儿子病了。哦，爸爸，你是不是为了我，专门从千里之外的国外赶回来的？我好感动啊。诺，我是接了诺诺的妈妈，我的表姐的电话，我才赶过来的。
要不然呢，我现在还在周游世界的旅程之中呢。哎呀，哎，诺诺，你可要赔偿舅舅的损失哦。OK， 没问题。爸，你这有点过分了，我都病成这样了，你对我不管不问的，我有点难过。哼，我已经打听过了，你得的是电脑病。哎，你说你跟我去周游世界该多好啊，你非要整天挂在电脑上，你活该。哎，你说你干点什么不好？行了，有话回去说，这是医院，走吧。嗯，回家了，爸爸啊，回家。哎，爸，我帮你拿点。爸爸，想你。洋洋，你慢点儿，冷静。是吧？你给我放开！你干嘛呢？玩潜伏呢？无间道呢？对呀。怎么了？你给我出去！要不然你永远没法从这个家门走出去。我出去。杨洋，你仔细看看这间房子里面，还有一点你的痕迹、你的味道吗？啊！你看看这满屋子的照片，我们以前有多亲热，你们有过吗？你有脸在这继续生活吗？你不觉得恶心吗？干什么你？住手！住手！你干什么事？我回家！你这个蠢货，当着你的面勾引你老公，你都不知道。告诉你，现在晚了，树峰是我的，他永远都是我的。给我滚出去！滚！你个贱人，给我滚出去！出去！这是我滚！喂，你干嘛呀你？你想干嘛呀你？你这女人还真行啊，跑到人家来抢老公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对，我就是不要脸，可陈树峰就是喜欢我，就是爱我，他就是舍不得离开我。倒是他该好好想一想，离开家好几天，老公一个电话都没有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他就是个玩具，他就是个摆设，他就是个废物。你死了你！干什么？放手！你是怎么放手？洋洋，怎么了？说谁狐狸精呢你？说你呢？你才是狐狸精呢！我告诉你，我们喊了六年，你才是后来的。你给我出去！你婚姻，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好了，你别难受了，先坐下。宝贝儿，别难受了，阿姨会替你做主的啊。你呀。你能怪谁呀、啊？你一点都不聪明。外面的女人在自己的家里住了好几天了，你还敌友不分的，你真笨！你还离家出走，这下好了，给他们俩挪地方了。阿姨，您别说了，他现在已经够难受的了。你看看，这像什么话呀？给叔父打电话。把他给我叫回来！小鸡仔，你别哭了。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要想解决的办法，哭也没有用，对吧？我现在除了能哭。还能干什么？你看，两个老人已经来了，会有人替你做主的。我跟你讲啊，不管他陈树峰说什么，你千万别跟老人发脾气，装点怂不吃亏啊。我知道，可是我心里就是憋不过那一口气，才结婚一个月就给我戴绿帽子。我要是早知道他是这样的人，我就先出去找几个壮男伺候老娘。嗯，对，要想生活过得去。头上就得带点绿，横批忍者神龟。对了，
你刚才受伤了吗？我才没受伤，那女的伤的不轻。哎呦，你还来劲了是吧？乖，别难过了。哪个男人不犯点错误？孩子都这么大了，你凶什么凶？这是你一个当妈该说的话。他这婚外情，乱搞男女关系，你还护着他？你年轻时候就没干过这点事儿？那还不是你根上传下来的？那提我干嘛呢？那过去的事情呢？儿子，没什么，出了问题不怕。关键是怎么解决？你现在怎么打算啊？外面那个小情人怎么处理呀？妈，实在不行的话，就离婚呗。离婚？那怎么行啊？刚刚结婚一个月就离婚，这传出去不要被人家笑话。不行啊！通常发生这种事儿，都是把外面的甩了。保全家庭，就像你老爸当年一样的，最后还不是把我留下来了？你老是提我行吗？我是开导他，不是给你算老账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别说那事情了，好不好？告诉你，不许离婚。爸，可是我比较喜欢丁娟，洋洋也就那么回事。也就那么一回事，你跟他结婚干嘛？啊？闪婚！我是告诉你，要慎重，要慎重。你听进去了没？你现在不是谁喜欢的问题，现在问题是你跟谁领结婚证，法律上谁是你的妻子？现在是杨洋，你跟他离婚，他可以分走我们家多少财产？你只一句喜欢，就能丢掉几百万。儿子。你老爸说的对啊，不能离婚，离了婚他要拿走几百万，不是给他占便宜了吗？不行啊！哎呀，妈，不许离婚，你听见了吗？回去吧，不然两个老人家着急了，到时候不听你说话，小心真把你给休。我怕他凶，我主动离婚的，我还不想过了呢。行了吧你啊，我劝你啊，别轻易的就说离婚，现在二婚的多不好找啊。你看我们节目，多少个二婚的嘉宾在哪，都好几期遇不见一个合适的，那才叫一个惨呢。嗯，放宽心，没什么过不去的，啊。哎，咱们做女人的，有时候就得学会自己骗自己，关键是看他什么态度。如果他改好了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过去算了。有钱人就是不靠谱。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！回去让那个陈淑芬给个明确的态度，明白吗？嗯，知道了。别难过了啊，我跟大庆儿永远支持你。范大爷到家了。好。舅舅。哎，你的行李就这么个包啊？啊，我是旅行家呀，哎，随时随地准备出发。我要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呀？哎，你别看这包小，这里可是我的全部生活。那个哥，你跟我爸，你先聊一会儿吧。哎，舅舅，这边坐。好。哎，那个，金果啊，你干嘛呢？没事啊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呦喂，这是我的好东西啊！这比我
亲生儿子还重要呢，可这事你看，你看，我就知道这么重要，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找什么呢呀？找什么？找犯罪证据。我跟你说，灿灿爹，虽然你是我爹，我不得不承认啊，你儿子我长得那么帅，外边追我的女孩那排正排，可是你呢，虽然有点老，但是也很抢手。我告诉你，灿灿爹，你环球世界归环球世界，你可不能做对不起我跟我已故妈妈的事啊！哎呦我去，你胡说什么呢你啊？哎，你爹是那种人吗？哎呦，还姑娘成排的找你，哎呦喂，那是因为啊，你灿灿爹我天生丽质，英俊潇洒，你小子是沾了你爹的遗传基因的光。哼，我就不管，我可不像段誉那样啊，我领着我挚爱的女人。回来的时候，你就一句话，领你妹啊！我什么叫领你妹啊？你管我，我的翻了！这金谷刚出来，他们父子俩着。没事的，他们俩就这样，见面不恰就难受。哎，你跟他忙了一天了，要不先回去吧？嗯，我来处理就行了。你自己可以吗？我走了啊。我这里边就这还有个，嘿，不，别翻了，嘿，这孩子，哎，师傅，您这次回来，是不是我妈又知道了什么呀？她在美国遥控的一切还不够，还要您亲自回来，真是我的一举一动。没有啊，哎，你舅舅是那种人吗？我这次回来啊，就是想看看你们，顺便呢，看看我一位多年未见的好朋友。哎，就这点事儿。妈专程让您回来，真没其他事儿。真的没有。我和你爸爸态度都是很明确的，婚姻是人生大事，不能说结就结，说离就离的。归根结底，责任还是在树红一个人身上，没有原则，没有尺度。既然分手了，现在也成了家，就要明确的撇清关系，不能含含糊糊，三心二意。你怎么能够容忍她住到你的家里去呢？我不容忍她还能怎么办？她是个女的，我又不能打又不能骂。再说，是她死缠烂打的。她死缠烂打是她的问题，你要明确有拒绝的态度。如果你拒绝了，她还执迷不悟，她就是活该，受苦是自找的。可是她心里一直放不下那个人。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一刀两断。洋洋啊，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了啊，我也经历过你这个阶段的，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啊，你就明白了，嫁给一个优秀的男人是要承担风险的，躲不掉的。男人嘛，偶尔都会犯些错误，关键是以后改不改。淑峰啊，给洋洋保证，保证以后和丁娟断绝来往。哎呀，还是下不了决心，那离婚吧。我刚才跟你说完什么，你忘了吗？从今以后跟那个女的断绝来往，好好过日子，能做到吗？能做到。明确一点，能不能？能做到。就这样吧，记得好好过日子。这个事以后不要再提了。他爹，你这是干嘛呢？哎呀，
哎，嘿嘿嘿，咦，哎，不是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为了帮助你啊，远离电脑，脱离网迷，必须从源头上彻底的治理。从现在起，你的电脑算是作废了。不是，你这有点赶尽杀绝，你不能连根儿都拔了吧？耶。对于你这种容易沉迷、没有毅力的人，哎，就必须要背水一战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哎呀，你呀，再忍几天吧，啊！哎，不是，别，你怎么着也得给我一个缓冲的机会吧 ？No， 没有缓冲。对于坏毛病啊，就得冷酷无情，秋风扫落叶。哎，格杀勿论苍。哎哎，身段怎么样？你老弟？不怎么样。哎哎，拜拜。静。哎，这老头啊，还给我来个釜底抽薪。果然老谋深算。西诺怎么没跟你一块儿回来呀、啊？妈，我问你件事儿，你是不是给陆伯母打电话了？对呀，怎么了？这件事情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呀？我有什么好跟你商量的？我早都说过了，我是不会看着你受委屈的。怎么，西诺给你发脾气了？没有，但是他舅舅回来了。这么说，是金谷的爸爸回来了？嗯，怎么了？真的？那你去见他了吗？见了。太好了，阿敏呢？机会来了。什么机会啊？什么机会？我，你想啊，他舅舅这个档口回来，那是为什么呀？肯定是他妈妈派他回来打探消息的。要是没猜错的话，为了希诺的终身大事回来做准备，那也是极有可能的。总之说白了吧。就是为了考察你的，这回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你说说你啊，一到关键时刻就瞪个大眼睛，傻乎乎的看着我，一点都不聪明。听我说，这段时间呢，你要多抽出时间去陪陪他，然后呢，争取给他留一个好印象。你想啊，他回到那边去，跟希诺的妈妈多美言你几句。那希诺妈妈那儿，我们不就成功一大半了吗？妈，用不着这样吧？行，妈妈不会为难你的啊。你再跟我说点别的，我帮你分析分析啊。快点说啊，还怎么了？欢迎光临啊，里边请。哎呦，表姐夫，好久不见！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哎，啊，你先别说，我先尝尝，啊。哎呀，还是那个味儿。Very good。哎呀，这么多年过去了呀，留下的也就是我这身手艺了。其他什么都变了。哎，谁说的呀？要我说呀，表姐夫，你是一点没变。你也别安慰我了，岁月不饶人，我们都老了。No。你说老，你可别拉着我啊！哎，我可不老。哎，你看我这皮肤啊，哎，你再看看我这精神状态啊，我老吗？哎，我一点都不老。好啊，你不老，我老。哎，哎，我说你不是一直在周游世界呀？怎么突然想起回来了？哎，还不是我那表姐。啊！打电话非得让我返程，他
怕这个。哎 ，sorry， 表姐夫，我可不是故意踢他。哎呀，你提不提呀？他走在我这儿。表姐夫，这不开心的事情啊，能忘就忘了吧。这要是说忘就能忘了的话呀，那是自欺欺人。其实啊，我表姐当时带着小诺离开，她也是想给小诺更好的生活。只是我表姐她不该，哎呀，这是她过去的事情了，还提她有什么意思啊？有时候静下心来想想，我都会责怪我自己。当初怎么就那么没有上进心啊？连自己的老婆儿子都照顾不了。可是这一切啊，就我一个人错吗？那时候小诺才3岁呀，他一声不吭就把他带走了。我那时候就向着大海捞针呢，啊，能找的地方我是都找遍了。要不是你偷偷的告诉我他们已经到上海来了，我怎么会追到这儿来呀？表姐夫，你就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找过小诺？别看新兰他已经定居在美国了，我知道他一定不希望我去打扰小诺。再说我也不愿意去破坏他们现在的生活，就这样，啊，同住在一个城市里边，我就知足了。可你就没有动过想找他的念头？一次都没有？哎呀，怎么会没有呢？你想想啊，要是我突然出现在小诺跟前，跟他说我是他父亲，不定会给他带来多大的伤害。与其就这样啊，还不如让他当着我已经死了嘛。再说呢，这个缘是天定的，我相信呢，该是见面的，那他一定会见面。哎，表姐夫，可还有一句话，哎，这缘分是天定，可是分开是人为呀。哼，那就顺其自然吧。哦，要不我再给您来一份打包带回去。嗯，好啊。哎 ，OK。